看法是很像的啊、哦。女孩子啊，女孩子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啊。等一下有机会再讲啊。啊，目前去调查最困扰健康的问题啊，没有时间问题呢，这节课剩没几分钟啊。调查结果是。这一般人哦，我看对，几乎每样都有，几乎每样都有啊，全球的啦，全球都有。没有没有这个没办法克服嘛啊，这个自己想办法，这个要自己想办法。睡眠不足，反正其实也很少睡眠充足的啦，都玩大玩的够啊，早上自己做好不好？他热量过高啊，那再来问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各位同学，就记住你同学现在的体重啊，十年后有机会开同学，你就看了，都不一样了。我们以前的观念啊，看小孩这样，比起来很好捏，就觉得哦，这样的小孩很可爱啊。但这样的小孩的糖尿病体会比较高。你看现在营养，这个是怀孕嘛，对不对？这个人没有怀孕就不可能了吧、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各位你看到几十年这里男同学需不需要当兵？要啊，要当兵还好一点啊、哦、但他们当完兵之后突然没当兵过啊，就突然就胖起来了啊、哦、那体重胖会怎么样？体重胖就进入所谓代谢症候群情况啊、哦，是哪些是代谢症候群的并发症呢？主要以肥胖为主的啊、哦，那它的并发症就可能有，像讲糖尿病啊、脑中风啊、血管硬化、心肌梗塞啊、癌症啊、代谢酶硬化啊。那你看，一百年多人10到11，刚讲了癌症、心脏病、脑血管、糖尿病、血管硬化、血管疾病，哎呦，这些六个。都在10到11里面、哦、所以肥胖是我们目前你要节省那个财政开销最好让民众健康的宣导的一个的一个方案、哦哦、就我在网络上有寄给我，就觉得哎，刚好我的主题也蛮拉爱，我说你要让你老公早死呢，你不要照顾他，就是保养的胖胖的啊，让他就一直喝酒，多喝有糖饮料，我现在好像几乎一两天就一杯嘛啊、哦、然后吃油腻的食物，吃重口味啊，让他一直坐着一直打电脑，一直抽烟，熬夜到深夜那边不给他睡觉啊，给他压力就让他休息，一直给他谁这样啊，这老公就容易那个啊。所以影响体重这个，如果你是学生，我就说要考试啊，你要维持在18.5到24啊。那他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平方，应该在18.5到24。那我想大部分都懒得算了啊，所以自己算一下，看你的身高应该是固定的嘛。那影响体重已经帮你算好了。各位，你先找到你的身高，然后再去对，你是在这里面。来找一个漂亮的背景啊，黄一平，1公分，啊，153，多重？所以意思说你应该在43到56，这样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太多了就要稍微注意了。目前我想大概80人都还可以在这里面，但是5年后你就会变化了，你就可能就进入到超胖，再来就是轻度肥胖，在中度肥胖的时候啊，所以体重控制是很重要的啊、哦、好，我们剩没有几分钟，但我们直接讲到半而已，1/3而已。再来，
这个跟你看他五官一样还是不一样？应该是一样的吧，但是人物已经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年纪也越大会老化嘛，哈。那这个图片是一个老先生牵手带着老阿嬷陈静良。就找到你了，我觉得还蛮好的。还有没有相关的疾病？没有，没有啊。他身上老阿嬷得了痴呆症哈，他如果没有牵着他走，他可能走出去就不回来了哈。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情况是，老阿嬷照顾老阿公的，我们。家里你去看看我们的家里的老太爷爸爸阿公好像大概都只会出一张嘴啊，哎，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生活还要那个洗衣服啊，洗碗啊，煮菜啊，老阿公大部分这些事情都不会做哦，所以他发现一旦伴侣老阿妈死掉哈，大部分都撑不起。所以各位先生男士哈，你应该要培养自己那个自己照顾自己料理那个生活正常能力哈。失智的时候他就可能焦躁不安啊，忧虑啊，不甘心的行为啊，记忆理解力还有方向感都没有了哈。当你看到你的阿公或者你爸爸老是问朋友问题，抱运动运动运动，或者是喜欢藏东西，他怀疑人家偷他东西啊，或者是走出去有时候走不回来，他藏东西又找不到，有时候会发脾气啊，忘了关水龙头，或者是本来爱干净的出来就那个就是上有地位不太有很多节这样的，那都可能有点症状出来了哈。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会遇到常见的就是跌倒最常见的是骨折，哎，髋关节这边骨折。统计大概有3/3的老人至少跌过一次哈、哦。那跌倒这些老人通常都反应怎么样？他反正就说有时候不太敢走了，就说我就退缩了，哎，那会影响他生活品质。他如果更严重一点，就意识卧床，卧床就越没活动，就体力就越差，体能就越差，然后就。最容易离开生命，然后骨折的老人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嘛，所以我很强调姿势的重要哈。如果两个人他骨质一样疏松的，他是挺挺的姿势比较容易断掉呢，还是这种弯曲的姿势比较容易断掉？这应该算什么定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一个筷子好了。筷子好一个人就放在那边，十年还在那边，顶多就是长霉菌。但是你如果一个压力这样撑住筷子，撑个10年，它总有机会断掉。所以我个人认为姿势是很重要的。那老人没有时间问各位了，因为资料太多了，所以。就我来 demo 好了，卧床太久了，就会这个是什么？各位有看过吗？褥疮不是痔疮，痔疮是在肛门口大便流血，这是褥疮。也就我们睡觉，有人睡觉都整晚都躺那个姿势吗？绝对不会，你大概几分钟就是肚子一翻来翻去的。自己就会把你身体就会自己跟你交锋了，那
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他就可能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越没有活动，越没力气，更没办法翻身了，没办法翻身的就一直压着，这种伤口比很多疾病都还难照顾，你看用不到伤口的照顾，哦，很难。那这个是水脑症的小孩，他就也没办法活动，所以一直压着床铺，反正你压到哪里就会那个。那这个是交互病房病人，你看他整个人都黑掉了。我们现在医学是让他活着，你看他这都掉到掉床上。好，老了之后，你除了长期卧床，你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身体，那体内再就会差嘛，就容易感染。这边是正常的，这边是肺的。好，那肺不是交换氧气，如果当我们没办法好好吸收。吸到氧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缺氧而死嘛。这个是不久前，一个月前，那个年轻人来问科学，想问科学，请问一问，妈妈说他咳的时候还有声音呢，还有水流声呢，我就觉得越来越怪了。我就跟他听，哎呦，人家真的有声音呢！我给他照一个 X 光，就这样，这正常的，这个哗，这应该很大机会是那个结核病吧？很年轻的，这波陌生而已，很少看到。好，当我们没办法呼吸的时候，西方医学就像带风子一样，你哪里不通哦，他就可以让你通啊。你呼吸没办法，他就帮你建立一个管道啊，一个管子就从这边插进来，你没办法呼吸没关系，他就帮你打气啊，你的打气机很大，所以就像急诊一样，他就可以帮你交换氧气的啊。这是交互病房的小朋友，那到底我们要不要积极去做急救这件事情？对西方的信仰来讲，它并没有在这部分去做多大琢磨，但是东方的信仰，他觉得那个，他觉得有灵视的这个东西存在哈，就尽量不要再急救了啦。啊，这是一些东方的想法哈。那有一本书叫《七上风》的书哈，他说没有哪一种布施哈，可以大过于帮助一个人好好死。所以，我现在就做这种事情啊，希望我有一天，我能够好好死啊。所以，医师他跟我讲，那个死生的面对啊，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他面对的啊。你任何事情就像做一个研究或一个那个，凡事必则立嘛，你不立则患啊。知道事情的发生情况就能够好好规划你的人生啊，珍惜人生啊。这是我们的第四死亡课嘛啊，它的内容就是，死亡的过程是善终容易吗？就只是如何自在的走，健康的看待死亡。我们下学期主要是那一课了啊，不然有机会再讲一个，死亡的面对，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提供我认为的一些生命和美好的东西认识哈，好，这一刻休息5分钟好了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上。